哈哈，哇，终于下课了耶！妈妈今天要加班赚钱，不能来学校接我。你看，她给我一串那么大钥匙，叫我自己回家哦。哎呀，我要回家了，再见。哎，宝贝呀、啊，来来来，老师，什么事啊？你要去哪里呀、啊？我要回家了啦，因为妈妈今天呐、要加班赚钱，不能来接我，所以妈妈叫我自己回家啊。来，宝妹、老师要跟你讲几句话哦。好，老师有什么事啊？宝妹，你一定要记住哦。第一件事情啊，就是，哎，对了，你刚刚说妈妈是要常常加班咯。对呀、妈妈常加班啦、妈妈好辛苦啊、常要加班呢、所以、你常常一个人走路回家。对呀、我自己有钥匙可以进去呀、所以你也是常常一个人在家咯。对呀、所以来宝妹，老师啊一定要跟你讲几句话，要叮咛你一定要千万要记住哦。好啊，老师你要说什么啦？第一件事情啊，就是宝妹，你一个人走在马路上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注意红绿灯哦。红绿灯、我知道，不要东张西望的，要注意自己的安全。而且哦，宝妹，一定要走人很多的地方，还有光亮的地方哦。哦，我知道，老师你的意思是说，叫我啊路上不能逗留，要早点回家，而且呀、要走人很多很亮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宝妹真聪明。还有、第二件事情啊，还有，对呀，宝妹啊、还有就是说，万一走在路上，有碰到危险事情，危险的时候啊，一定要赶快的跑哦。我知道了。而且，还有重要的是，你要大声的喊救命啊！这样子，老师，你的意思是不是说，如果碰到那个危险事情，不可以这样子傻傻的站在那边，一定要大声的、勇敢的，赶快跑跑跑，跑去找人，然后喊救命，这样子对不对 ？Bingo！ 好，那老师我要回家了。还没有，宝妹，还有第三件事情呢，非常非常的重要哦。老师，你一定要记住哦。好，我一定记住。好，宝妹啊，就是啊，千万呢、不可以让认识还是不认识的人乱摸乱碰我们的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哦，尤其是私密处。私密处，哎，老师，你说那个私密处，是不是我们尿尿的地方？那个男生的叫小鸡鸡，女生叫小妹妹，对不对？对，宝妹呀、真聪明。还有啊，我们的私密处哦，不只是这些地方，还有就是我们的胸部，还有就是我们的屁股哦，屁股，还有我们的便便的地方，便便地方是哦。还有，甚至于是我们脸上的小嘴巴，小嘴巴也是啊。对，我都不知道小嘴巴也是所以啊，宝妹啊，千万要记得哦，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哦。但老师我不知道为什么说认识不认识的人都要注意啊？为什么？那如果我碰到那个人要伤害我的人是一个很强壮、很有力量的人，哇，好恐怖，我怎么办呢、宝妹来，你一定要记住，虽然是认识的人，可是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善良的人呢、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注意到自己，如果真的万一发生不幸的时候，一定要大声的喊救命啊。老师，那我知道了。那就是说哈，不管认识的或者不认识的人，我们都要特别小心。对，路上走路不能东张西望，要赶快回家。对，然后尽量走人很多很亮的地方，这样对不对啊？对，宝妹真聪明啊。时间不早了。那这样子，老师就跟你一起过马路。好，谢谢老师啊。不客气，来回家吧，宝妹。好。今天工人怎么这么清凉，都没有半个小朋友啊！我是最喜欢那个小朋友的。对了，我们家隔壁那个叫宝妹的啦。真白白胖胖的，乖巧又可爱的，皮肤摸起来又咚咚咚咚的，
好喜欢他，改天一定要找个机会，请他来我家，让我好好的玩一玩他。不对不对不对，是好好跟他玩一玩啊。哦，比我等累了，我要去休息一下，找个椅子来坐一下。真不想回家了，因为回到家，每次都是我一个人。连讲话的对象都没有，好无聊。我觉得好像到了什么。哎，我打不开，就是这一只。又不是这一只，那就剩最后一只而已啦。怎么打不开？怎么打不开？宝妹吗？宝妹啊，我生什么事情了？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哭啊？是王伯伯，我认识的王伯伯啊。王伯伯，我跟你说了，我妈妈今天加班，不能接我回家，要叫我自己回来。但是我好像带错钥匙，我不能回家了。带错钥匙哦。没有关系啦。没关系。到王伯伯家去了。王伯伯家，对呀、等妈妈下班回来的时候再接你回去呀、对哈，对呀、我妈妈也认识你哈、对呀，我妈妈也知道你家哈、对呀，也知道我家啊。王伯伯，但是我肚子好饿哎、肚子饿、肚子饿没问题。王伯伯家里呀、好多东西，任你出。真的高高轻轻，真的啊！有什么？我念给你听。哦，有饼干啦、糖果啦、蛋糕啦，饼干、糖果、蛋糕，还有我喜欢吃的。你最喜欢吃的可乐。啊，我还要看卡通影片哦。好，还有冰淇淋，给你讲，你最喜欢冰的凉的，对不对？那还有，对了，你看的卡通，我叫那个大电视啦，60寸的，让你看卡通，好不好？啊，赶快去你家。OK， 好，我们走。王伯伯，你家到了，你赶快去开门啦！我家到了，肚子好饿呢。真的，我家到了。我说宝妹啦，不要急啦，慢慢来啦。我说宝妹啊，你今天穿的这个裙子好漂亮哎！这是我妈妈送我的生日礼物啊！真的，很漂亮。穿在你身上更漂亮。真的啊，好漂亮啊！真的好漂亮哎！好漂亮啊！王伯伯哦，看一看呐，摸一摸，我给你1000块，1000块，1000块，好不好？好多钱哦，好多钱哦，1000块，我可以买麦当劳，请我的好朋友小玉，我还可以去百货公司买好多的玩具，好多的玩具，还买，买饼干，买糖果，哇，好棒，好棒哦。伯伯怎么在亲我的手啊？王伯伯，你怎么在亲我的手？好奇怪哦！没关系的，没关系的，因为你，因为王伯伯喜欢你，你长得可爱呀、不可以耶、可以的，不要啦！没有关系的，没有问题的，又没有人看见呢，没有关系的，讨厌，讨厌，关系，救命！这么严重吗？我只是喜欢他，想摸摸他而已，抱抱他，有这么严重吗？宝妹呀、等我啦，我还没有抱抱你、亲亲你呢，等我啦，宝妹啊！宝妹的妈妈今天不回家，叫我好好的照顾宝妹，可是现在已经5点了。怎么不见人了呢？天叔叔，天叔叔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宝妹，你怎么了？就是啊，我们家隔壁那个是王妹妹啊，他的手紧紧紧的握我的胳膊啊！哎呀，宝妹，你不要哭啊，你不要哭，有陈叔叔在，他不敢对你怎样的。我妈妈怎么没有回来呀？宝妹，你不要哭，你妈妈今天晚上不回家，特别叫。
叔，你要不要吃一块呀、啊？好好吃哦。不要吃，你吃饱了吗？我有点吃饱了。哦，好好吃，谢谢陈叔叔。好吧，那我们来玩一种游戏好不好啊？玩游戏好啊，反正啊，我现在又没事情做，好无聊。那我们要玩什么游戏啊？很简单，很简单哦。只要你把你的小裤裤脱掉，让叔叔看你的小妹妹有没有生病了。看我的小妹妹有没有生病，这样子可以吗？好像有点奇怪呢。我们学校老师还有妈妈都常常跟我说，我们认识不认识的人都不可以随便乱看我们的身体。看哪，应该就是你看。叔叔，我跟你说，我尿好急，我要去尿尿，不然等一下尿在裤子，好臭好臭的，我去尿尿了哈，真是。那再见，再去尿尿。好了，快点，等一下就回来哦。的时候，他也不敢再跑到哪里去。我到时候就可以。妈，一个菜篮买菜去哦，做个健康餐啊，全家都健康哦。哎呦喂呀！啊，是谁没有长眼睛呐、啊？他出门没有长眼睛，撞到我，真是的。你是？哦，对不起，就是刚刚有人呢，偷摸我，还说脚头裤小裤裤，要摸我的小妹妹啦。哎呦喂呀，摸小裤裤，还要看小妹妹，啊，这个不是那个性侵害的行为吗？啊，来。你不是我们那个楼上的春娇的女儿叫宝妹吗？哦，对啊，你是花妈妈哦，对呀，爱心妈妈花妈妈。对呀、啊，哎呀、啊，发生什么事啦？啊，为什么喊救命啊？就是啊，刚刚啊，那个妈妈的好朋友陈叔叔啊，叫我脱裤裤，他摸我啦。哦，哎呦呦，要羞哦！啊，怎么都是认识的人呢？来，别怕哈、哦，花妈妈告诉你哦，像他对你这种行为哈、哦，是性侵害的行为，不用害怕，我们打110跟113报警就可以了啦。110、113，那他们会不会说我是小孩子不理我啊，还要处罚我啊？哎呦，来，花妈妈告诉你，不会啦，不会哦，只要你不是真的是乱打电话去好玩的，不会。他们不会的，而且哈，110跟113是24小时完全没有休息，而且还有专人在服务，而且又不用钱呢。哦，24小时有专人服务，又不用钱了、是啊，是啊，好棒。那我以后发生这个事情，哇，就可以打那个电话去报警。是啊，就不要乱打，就打电话去报警。来，待会花妈妈哈陪你去报警，然后打电话还要打电话给妈妈。好，告诉他陈叔叔是坏人呐、啊。对，抓起来。对，他们两个人最坏的啦。让警察去处罚他啦、啊。走，那个花妈妈好，陪你去报警，我们去报警，我们先去报警。